因为你甩出来就会抓空安打，哇，又要得分了吗？一垒之间的穿越安打，这个球要回传本垒，得分了，得分了，这个没有传到位了，一个弹跳多弹跳了两次，打这也趁传上到二垒，王伟忠厉害，再补一刀。 埋伏在第九棒啊，今天也有两支的安打，因为有下过雨啊，这个外野的滚动会比较慢，接着呢就是传球，他球比较会打滑，这个球没办法，所以啊，大波不累没有完成了，就多掉一分。